这一首《当你老了》哈，这个静静的听呢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老了？不要觉得老了还哈，好，这个老的时候就像这首歌一样，慢慢的哈，什么事情都慢哈。那今天呢，在乡下遇到那个一对夫妇，哦，超级感动的。那个阿公阿嬷哈，我看大概80岁以上了。那他们就骑着那个电动的摩托车哈，那是阿公载阿嬷，阿嬷也会骑啊。但是两个老人呢要过马路了哈，在乡下要过，没有红绿灯。那这个怎么办呢？等了很久，结果呢，这个阿公自己走下来，安尼桥姑，安尼慢慢啊行去路当中吼，行去路中安那，你知无？甲一步会经过来。哦，那个画面真的很感动啊！有时候这个老人家哈，就是有时候也真的很可爱。那看到那个老人，你看看80几岁，还很恩爱。那个阿公80爱姑姑安尼，啊慢慢啊行去路中哈，安尼掐杂嘞，叫人抱过来。啊，那那是我看过这个有史以来最温馨的一个画面啊。那昨天也有一个很感动的时刻哈，昨天就在吃饭，吃到最后剩下一粒米的时候，哦，突然快掉下眼泪来啊！为什么你知道吗？突然觉得感恩，那个老天爷能够哈让我们三餐温饱。那以前老人家都教我们，或在学校中哈不可以浪费啊，这个碗的米饭没有吃完会变什么？学猫叫，变鸟啊鸣啊哈。那所以呢，有时候大家是不是也会觉得说哇，能够吃一餐温饱，真的要感谢很多哈。那现在因为这个进步，社会进步，大家这个不像早期的台湾农业社会，现在呢大家赚钱容易哈，所以三餐要饱很简单。现在什么不简单呢？要吃三餐大餐不简单啊，要吃三餐哦，弄大餐哦，不简单。但是这样也不好了哈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用这个乐器呢来演奏一首也是。